深感动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学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十六岁时出家，民国四十四年受比丘戒，民国四十五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六年，民国五十三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四十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圣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过来讲这个《禅林宝训》第七十二集。即即个训题安尼讲，勤学笃志啊，学不负人。意思就是讲，咱应该爱精进，勤勉去求学，逐项道学广建道门，爱立志呢，发愿立志来弘法利生。你只要勤学呢，一定袂白费时间，袂辜负人的期望啊！这佛门哪讲？别分外，多见立主啊，未上精气万代之计，以向庄严自处。衰报啊，衰报矣！用之先师啊，每言上下头安啊，最为法门大欢。以说温基归宗师堂，披叶经书，不弃数百过目啊。其简篇八股结义，然每开卷必有新学之意。伊亦是书籍，学不负人如此。意思就是讲，别分修断禅师安尼讲啦。讲我定看到遐出家立主吼，拢毋捌咧立志发愿，安那或者入去迄个万代计划，就是安尼，干那模模渺渺过日子就对啦，哈、人讲混日子，袂当安尼精进勤修勤学啊！我心内想讲，这安尼吼，
佛寺呐，大家拢安尼吼，啊，日这个庄严佛寺啊，会因此渐渐衰落啦，弥补啦，哈、啊，就是袂当兴盛起来。我的老师杨基先师，就是已经往生的师父呢，伊就听安尼讲，正将这出家人呢，师父徒弟吼。上下拢讨难固安呐，讨难固安就是拢未唔肯精进学习修行呐。固安就是干呐，都有通食，一日过一日安尼，混日子就好啦。啊，喺咧讲笑话啦。人咧赞叹出家人讲，防范三界啦。弘扬的弘啦，啊，凡就是模范的范啦。三界中做模范，方法离生啦。啊，一个迄个外省法师啊，伊口音真重啦。啊，咧讲，希望恁大家拢将来好好用功，会当弘范三界。伊连讲，奉范三界啦，奉范就是讲奉范出啦，伫三界来奉范出讲奉范三界安尼，啊，大家笑个哈哈叫。本来是要防范三界，变到混乱三界，哈、啊，这就只在讲偷懒固安，哈、啊，啊，唔肯精进修行，这吼、哦、将来是佛教法门的这个大毛病啦，使人忧虑佛教的将来。这个啊，做白坤禅师就甲人讲，讲我以前吼、哦。阮记伫迄个庐山南平迄个归宗寺啊，遐有迄个道士观世堂啦。啊，我阮伫遐夜中看经啦，哈、啊，遐经书啊，印顺道士伊为啥物遐尼精通三藏呢？伊就是伫迄个普陀山外那有，伫普陀山佛顶山哈，迄阮迄日啊含心田法师去。佛顶山迄佛陀山上悬遐，伫遐温修业藏啦，就像即只咧讲哈。伊讲我迄阵吼，伫咧归宗寺温修业经册经书吼，吼、哦，经过我目睭看过吼，数百款啦。遐虽然遐经册书本拢食，已经食八句，就是有诶破啦、烂啦。有啊，哈！啊，但是我当卖呐，只要掀开经册书本看看，拢一定着得到更新的迄、那个悟到更新的道理啦、意义哈。因此，我安尼甲想啦，讲咱只要勤学吼，一定拢袂白费功夫、辜负人啦。大法故经就安尼讲：人寿百岁啊，不起善愿啊，不如一日啊发行四弘。讲一个人阵做安尼混日子，食食当退休，食到一百岁，啊，但是吼也无要立志，无要发大愿来用功吼，啊，不如一个吼，干那活一日吼。爱当发四方誓愿去实行，四方誓愿就是咱暗课定咧念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讲众生遐济，拢发愿要去甲救度了。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这烦恼真济吼，我一定要甲断好了，当开智慧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分讲遐济百万四千法门吼。我法官一定要去认真甲学甲修，佛道无相誓愿成，佛祖各位至高无上，虽然遐歹成，我一定要甲修甲成，发这个四方誓愿吼，安尼活伫世间是只老价值啦。优婆塞戒经就安讲，善男子若令善化无上大愿啊，是名智者。
我要甲遮地主讲，拢叫一句善男子讲，啊，恁遮善良的徒弟啦，哈，恁来当安尼好好发迄个大愿，无上大愿的至善呢，发菩提心啦，发愿讲我吼，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要当成佛，遐做菩提心。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心地观经啊，讲一切菩萨啊，发入四愿，生色幽静啊，住持三宝啊，经大劫海，从不退转，温和为师啊，一者摄度一切众生，二者世断一切烦恼，三者世合一切法门，四者世净一切佛果。这就是拄仔咧讲四方世愿啦，哈。讲所有大乘佛弟子修菩萨行的人，拢爱发四大世愿，安尼吼去生息幽静，幽静啊就是众生啦。早期翻译叫做众生，后来唐三藏翻译叫做幽静。因为众生拢有迄个净色啊，所以叫做幽静。讲来当生色幽静的意思，就是讲去教化这众生，使伊道行生色啊。主持三宝。会当方便的，使佛法经三宝流传伫世间，袂断去。安那经过大劫海，这劫就是时间啊，遮长的时间叫做劫。经过千辛万世安尼吼，原来袂退，这菩提心袂退心啦，袂退转，转就是转变，啊袂退心嘛袂转变。啥物就是四大世愿呢？就是拄仔咧讲，第一，誓愿要度一切众生；第二，誓愿要断一切烦恼；第三，誓愿要学一切法门；第四，誓愿要证到迄个一切佛的果位。讲起老和尚，就安尼讲，修行人应该效法佛菩萨，每一个人发大愿。应持不息啊，直到成佛。讲任何一个修行人啊，拢爱学佛菩萨安尼发大愿，啊，像药师佛十二大愿，啊，阿弥陀佛吼四十八愿，哎，安尼吼，地藏菩萨发愿讲，众生若无度尽，唔成佛，地界无救了吼，哎。决定袂家己去成佛安尼，哈，就是学佛菩萨发这大愿，每一个人发大愿，而且袂使三分钟热度，今仔日发明仔载都袂记着，爱应持不息，终生一生跟来世都唔通失掉这个誓愿菩提心，一直到成佛为止。王阳明就安讲：“志不立啊，如无舵之舟啊，无帆之马，飘荡奔逸啊，江河所抵啊。江河所抵，就是讲到尾也是要去啥物目标、目的地呢？讲一个人难立志吼，其实世俗讲志立志，就是佛教咧讲的发大愿。”你问向志愿，志愿志就是愿，愿就是志。发大愿就是世俗讲爱立志啦。嘿，讲一个人若要立志吼，一生啊，迷迷糊糊糊，人讲混日子安尼吼，拄仔讲混日子哈，就像啥，像一只迄个船啊，较早的船啊，细只，后壁拢有一个。船后尾有一个舵啦，舵就是咧控制后尾挖东边、挖西边，爱家敲安尼挖啊。迄个讲若无立志，就像一只船啊，无迄个舵，
啊，毋知要挖东边西。